要做。人家都不懂你在写什么啊！你要去针对那个公司有什么歌需要卖给我想要做创作的，我就去找到秀商公司，然后说我的这个公司有什么歌，我就我就学他们了。我在好几次说。
相当于 F1 赛车的方式，最不可思议。